嗨，我是杰克。这段影片我们讲一下，如果你的 RCP 会员系统有安装了 Affiliate WP 这一套联盟行销的推广外挂的话，它在优惠码下面会多一个这一个选项。那这里你可以输入你的推广者，比方说我推广者 ID 叫杰物。好，那他这边一样哦，跟之前会员方案，我们在为一个新的用户增加或修改会员方案的时候，一样都可以是你输入前面几个字，然后就可以选择的。那选择好之后，你在上面设定的这一组优惠码，比方说这个优惠码叫做JetWoo Only。好，这一组优惠码，因为我们有跟 JetWoo 绑在一起。所以只要访客他在购买的时候他在购买会员方案的时候有填入这一组优惠码，那这一笔订单的业绩佣金会给谁？给 JetWoo。 即使这个访客他按的是别人的连结，比方说有一个叫做 Jerry 的他点了 Jerry 的连结，可是他输入的是 JetWoo Only 的优惠码，那佣金会算谁的？会算在 JetWoo 身上。好，那这个方法要搭配这一套联盟行销的外挂，才会有刚刚我说的这一个输入推广者账号的一个位置，那你才可以达到我刚刚在影片里面介绍的这个专属优惠码的功能。好，那这一段影片就为你介绍到这里。